台视频道最温馨欢乐的好戏《家有喜事》第二季《家有爱情》，精彩剧情。文川告诉子良他的过往，你是因为他入狱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那时候他家里很穷，我就偷东西，偷钱给他用。春花秋月三十年后，世纪大和解。唐公公，你这个玩家，好吧？笑。本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，《家有喜事》第二季《家有爱情》。本节目由 Mayho 香氛机冠名赞助。